这个球拉起来，拉到了右外野，方向应该也蛮远的，出去了。火哥也来一支啊，同样也是阳春炮 solo home run， 一棒就把战局再度给打成平手了。第三棒的张建明敲出了本季个人第三支的全垒打，从徐伟的手中啊打出了这支全垒打 solo home run 灌进的这一分，也让双方现在呢是形成1-1的平手了。其实这个球压得还蛮低的呢，张建明是用打高尔夫球的一个方式把它硬捞出去的，这球是打得很精彩。看啊，低角度的球要怎么样的攻击啊？是，跟高角度的球要怎么攻击啊？是完全不同的方式。我们看哈，全垒打的位置哈，其实压在外角的位置哈，算起来还蛮低的。这个球能够捞出去确实不容易，